直接直播，怪的名字看起来好像变成单推了。你看人家多啊，大家看一下人家多贴心，也、欸、不能说贴心，等等，人家不会花心，单推棒棒，今天去练习，没错。小男生谢谢送行李箱，你的名字看起来像吧？可是你不是啊。谢谢小男生送行李箱，谢谢送枫叶，回家晚安。你说可以的，看大家看一下他多专情。哈一晚安，我也是单推啊。你的名字后面的那是什么东西？嗯。好啦，我们回家吧。我也是，是吗？谁专情？哎，虽然很少，但还是有的。哎、啊，没关系。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小晚安。我这次都没有跑票耶，早知道。嗯，我单推乖乖，小屋晚安，谢谢送我来签到，我只有偷偷推卡妹，耶，谢谢酒，开心，嗯，卡丘晚安，卡斯盖早安，还想跑票？对呀、啊，有人还跟我说这样，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我真的快气死了，票都投入卡上单推吧。对，这个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对，谁那么坏？就是那些人呢、啊，就是那些滴滴呀、啊。我也单推耶， yeah, 是吗？我只要买哈利两个，如果讲的是能力算战情吗？这样我要怎么判断？投票最后一天，最后一秒，真的有气势吗？还好，只是我想说，应该说一半怀疑，一半是怀疑的心态，一半是有点失望的心态。为什么今天突然说到这个？没有，刚刚有人说的，刚刚有人说某某某成员的他现在变成单推卢卡，不是某一个粉丝他现在变成单推我，所以我就说你看人家多专情。他原本的剧本更过分，所以他有跟你们说。笑笑晚安，汉克晚安。嗯，那么一啊，对大家就是现在可以开始提歌。我会唱歌，可是我今天只唱两首，就是之后每天可能就唱一两首吧。想知道原本的脚本吗？可以，也可以讲。好，我也晚安，志宏晚安。我原本想说全部都投给谁谁谁，不过怕卢卡气死。嗯，这种的不能拿来单开玩笑。你会唱很久，对呀。思涵晚安，看来就是之前在搞事。对，大家可以差不多开始点歌了。我尽量会分配啊，就是有一个人可能提五六首歌，就不会一个礼拜可能就只会唱他的歌一两首而已，这样。抓到，瑞卡晚安晚安，小神仙送枫叶，有看新歌吗 ？AKB 是什么歌啊？今天出单曲是不是？我先洗版一下，好啊，可以点中文歌吗？可以啊，只是我可能会先选
日文歌，就是日文歌我就不用唱那么我学日文歌应该就是比较不用花时间。外文歌的话可能就是晚一点。哦，你有没有看过日文？我知道啊。哦，原来 MV 今天出的，那我还没看。我还没看 MV。我可以再听一些外国歌吗？可以是可以，只是可能就是你的歌可能就是十月之后才会唱到哦，这样。卢卡的钥匙可以换东西啊？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哎，在哪边可以换？谢谢送红玫瑰，谢谢酷酱的背包，谢谢。哎呦，谢谢雷滚的背包，谢谢九蛋的背包，谢谢大家的背包。是私讯卢卡的小盒子吗？就是老方法，留言也可以啦，留言也可以，看你怎么告诉我。到今天你有两万，我都不知道哎，两万可以换什么东西？昨天有答题活动，什么是答题活动？是之前的那个吗？百万英雄之类的吗？谢谢 Kamui 送我 Popcat。看不到留言呢。最近的背包活动真的蛮，我觉得有拿到背包超级开心，可是真的看不到留言。你有玩吗？百万英雄我都没有在玩，因为我都错过。八点呢，我都错过时间。我通常八，昨天就，我想一下，我昨天八点在干嘛？哎，对，我昨天八点在干嘛？昨天也是培训，昨天也有培训了。太多礼物了，对。我这礼拜几乎都有培训，真的超累。不是，昨天我到底在干嘛？明天也有培训啊。明天也有培训，今天也有培训，昨天也有培训。辛苦了大家，然后前天就有，哦对啊，前天也有培训。前天也有培训，然后晚上还有直播，真的快累死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夏夏送我鼓励。哪天没有？我也忘记了。明天也有啊。后天可能没有，后天忘记了。有点累。有可能吃到世界前辈的地狱面包啊？有啊，很好吃哎，很好吃。我吃到的是奶油面包，就是圆圆的，很好吃。今天大家都在抢着吃那个面包。培训的时候给的吗？对呀、啊、对呀、啊，今天是 Daisy 组的培训。好吃，好吃。买公演票的凌晨三点看卢卡，辛苦了，凌晨三点，好晚哦。一凯晚安，他好像今天有工作，就是好像要做面包，做面包的工作，我也不确定，我也不知道。要来车现场看卢卡了，对呀、啊，那个什么时候会出来？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吗？所以线上公演还是改成买票后三天内随时能看是最方便。猫海晚安，目前没有消息，现在被骂吧。刚刚官方发文了，哦，真假的？是送的是不是？结果那个粉丝就跟旧一样，如果住美国怎么办？周大波的强调怎么办？对呀、啊，
有啊，刚刚官方公布被骂吗？真的哦，我看一下，或是他不想来看我们的公演，这样就很尴尬。总是能突破我的下限，我就是中南部的那个。有人敢一个人现场喊 call 吗？哦，对，听说你们就算那个粉丝喊 call，好像不会收音的样子。因为听说这我们的线上公演都是收我们的声音，用麦克风插的声音直接收。等一下，哪边有公告啊？我现在在看 FB，是 IG 吗？如果我抽到 Daisy 走直喊卢卡扣，会被其他粉丝怎么？我如果被抽到，一点不敢喊，要在留言留自己的会员编号才能抽。哦，原来如此。我连扇子都不敢举吧？你可能要准备14个人的扇子哦。如果是对几组的话，啊、哦，13个，对，13个人的扇子，已经删掉了。大声到你们的麦收到就行。听说删我了，难怪我不知道，我应该也不敢。为什么删我？是因为大家都在骂，大家都在骂吗？我只是举入卡，然后其他成员就只看镜头。我刚刚没看到文图，我也没有。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骂？哦，是抽选方式哦。我这个就不知道了。对，就算对这个我也没办法改变嘛，所以这个就拜托，那个公司的长官嘛。对，就是希望变成，希望让，对，希望你们也会开心，要你亮票的意思。哦，你说在这边哦，FB 的留言区，这样的报名方式根本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会员编号，要抽选要在 FB 留下会员编号。想看的那才是，哦，这个不太 OK 耶。对，的确，对，会员编号是你们的个人隐私嘛。我想抽到就做所有人的迷你扇子一次呢，因为要粉丝直接在留言打自己的会员编号，即使你办了几个会员都会曝光，楼下会员一堆怎么办？对呀、啊，笑笑笑笑笑笑笑。留下超多笑笑怎么办？让大家知道每个人的投票票数，这样不太对，确实不太 OK。抽到我就去晒大家支援扇子，楼下大佬投票几次就可以看到，再公开处刑粉丝一次。我被公开处刑，现在变成你们。哎 不是，我是说楼下，不是我。啊、哦，好嘞，好嘞。顺便写出来你投谁？等等被发现我只投一票怎么办？原来笑笑好多票，他说是楼下的，不是他自己。那、对，他们表示可能投票方式可能会更改吧。对，希望。希望会变好一点，希望对抽选方法变好。他楼下是石油王富豪吧？我举个例子，去年会员产 mini 控已经发生有人拿别人的编号，像是取消，真假的，好可怕哦！现在还要我们公开编号？对，好像也。对啊，就是个人隐私嘛。这周末要参加也太干了。对耶，是9月4号跟5号，对不对？时间真的有点赶，那可能能来的真的只有住北部的粉丝。你们发言不要太僵，对，你们先，我自己也不会讲那些。
那些单字也对，对我还没买票，我根本来不及排假。对呀，有些人有工作，礼拜六日也有工作嘛。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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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少了好多竞争者。要先买票才能抽吗？我都还没买，我不知道哎。要先买票，所以有买票的人才可以进场吗？还是只要你有会员就可以免费的进入？我也不知道哎。社员不能抽笔记，就算不能到还是要抽，可恶。冷静冷静，应该不会免费吧？所以就是想要看公演的人。嗨嗨，卢卡，什么叫晚安？哭家也来不及赶到笔记。现在粉丝开始涨，谁可能不会到？夏夏要抄哪场料笔记？应该是英主吧。就算抽到不能去，我也放一个1:1人行地排在中间。对呀、啊，开始所谓的心理战。对，粉丝之间现在有那个心理战，这个就是真正的心理战术。一姐晚安，我台北人，我没印象，但抽不到。嗯，希望大家可以抽得到。其实这应该只有天选之人才能抽的，不愧是路卡一清二楚吧？不要小看我的观察力，抽到再开始烦恼，大家不要太担心。路卡晚安，今天的发型好看，谢谢。看来要反其道而行，抽草组了吧？低卡兽的心理战术是真的，对，我现在发现是真的。我没有想看，我很怕你的观察力。咦，抽到的几率大约是0.2%而已，是吗？嗯，好像是哦。对，几率不高。可是你们想来吗？不会觉得尴尬吗？我还是喜欢宅在家看，对，这样也可以。对，一个人，我不知道那个粉丝住在哪里。佩森晚安，有抽到就去啊。能看到卢卡当然想，我还 OK，公开出席的感觉。去现场待地啊，当几周地产就好了。没事，我反正整场安静，不会影响线上直播。刚开始也要看，了解。坐在那里压力感觉会很大，是吗？应该是蛮大的。如果今天好可爱，谢谢一姐。我上个月没在现场喊扣，应该会忘光。我愿意承担那种压力，只有自己可能会很冷。对呀、啊，只有你们。超级可爱，鹿克酱。对，就算只有一个人在喊，但还是我们想听到你们的扣。也有可能，官方叫粉丝。叫那个粉丝说，不要喊扣，有可能。如果只举 Luka 伞在下面，其他成员会不会看我？还是会看呢、啊，只是心里可能有点复杂吧。每个都喊 Luka 抢热气，这个就不要了。一个人喊 catchphrase 很尬，放心，我们也会喊。我们平常就是听别人的 catchphrase 的时候，不能说。不能用麦克风，可是
我们没有用麦克风，你们什么听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所以可能差不多拿在这里说哈，韩寒的，就是还有谁呀？想一想，大胸膛，不管看到谁都喊卢卡强，到时候不要拿扇子，比较油条的做法吧。对耶，那就得看，就只拿1元半就好。今天那类网页版好像坏掉，我们一直在啊，真假的？哎，真的耶，我这边我现在用网页版，网页版只有看到留言，一个人喊个奇怪会咬到舌头。谢谢送枫叶，虽然说可能因为疫情因素，但只抽一位粉丝，这样真的好吗？我觉得可以再抽一点点，但是二级的演唱，哎，不是，二级警告，是不是只有50个人？50个人以下，然后我们 staff 姐姐可能有10到20几个人，然后我们成员，对啊，还好像还是可以。叫一两个人，我可能喊到卡住 之后会不会一堆人走心？喊错扣会被成员笑吗？不会啊，不会。真的抽到我还是要拿卢卡的1元闪 也是可以的，等着看成员笑场。一代孤独感，爱你的用。之后会不会一堆人走心呢？真的不会吗？怀疑。我们唱歌的时候根本就是，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听哦，谁刚刚口喊错啊什么的，对，所以真的不用担心。我修好眉毛再去，陆凯记得看我，好啊。对啊，希望希望你们真的会，希望你们会抽到，观众只有一个，可是我们还是会，如果游击在这边，我们还是要看游击啊，连抽都不敢抽，一个人就可以好好检查有没有喊错，如果抽到我，我先去跟售员借10只扇子放我第一排，哈哈哈，我应该会喊到沙哑。对啊，而且你们还要戴，应该还要戴口罩呢，辛苦了。耶、yeah. 那边出来的，出来的。なんでこんなに眠いんだろう。グレイシャ晚安。哎、欸，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我没用特效。海外饭虽然疫情就算抽奖都去不了，我开始都不知道买会员做什么。不要这样说嘛，反正从我看 TV 开始都戴口罩，习惯了。给小晚安，お疲れ様です。ありがとう。不用特效啊，因为有鼻子比较可爱。确定？哎、欸，我先抢 Grace 奖的红包，谢谢。然后刚刚谁叫我番茄？我刚刚在抢红包，完全没看到番茄。谢谢你的番茄，买会员就是投票哦。谢谢送我番茄。我上次不是跟怡珍一起直播吗？我跟她的画质差很多吗？谢谢顾江的一封信，谢谢宋思叶草，谢谢佩珊的红玫瑰，暗红晚安。有的可以看山下的花絮，不会差很多，因为晚素吧。我记得没差很多，你真的是比较清楚一点，也可能是因为手机的关系。其实我这边一阵的时候啊，我用他的脚架，然后一阵的只是放下面而已，所以他的如果。我跟他用一样的手机的话，我的画质确实比较好。可是有人好像蛮多人说一阵的比较好一点。
对呀、啊，就是应该说前镜头的，前镜头啊，用前镜头拍好不好看？尼卡的视角如果比较可爱，那是狗干奶。你们两只声音不太一样耶，你的手机里的一只声音比较低，真的哦，这蛮神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直播我也不要求画质了。一阵用的手机确实比我好。我用 ASUS，他用 OPPO，距离不一样的关系吧，我也不知道哎。可是我的好像真的画质比较不太 OK 的感觉，我真的要换手机了。OPPO 一定好，对啊，OPPO 的前镜头听说很好，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我原本想要换 V 开头的，可是有人说用那个开直播有点不方便。你的不会不 OK 啊？真的吗？我手机跟电脑两边看，一在那里比较能清楚看到两个人。原来。Luca 的手机是不是蛮旧的？这是我爸用的手机，用了快2年了吧？だからリカちゃんの配信を見てるのにリカちゃんばかり注目。ありがとう。没关系，还能用就再撑一下，应该还可以。我忘记是谁说，就上次说的时候，大家叫我不要说，不要用 V 开头的。只是他的好像脸看起来比较小。哦。嗯，哎，可是我发现仪真他肌肤特效都没开耶，就是瘦脸呐、啊、什么的，他真的肌肤什么都没开，想说怎么会这样？应该要多多少少会用吧。上次开播后发现直播没开冷气，手机会变超烫的，然后就开始卡。原来如此，就是红包要两台都要发。对，辛苦大家了。我觉得 Luca 在家直播一定很稳。对，你连妆都没化啊？他连妆都没化，伊 真很 real。他靠自然色，他连妆都没化，还是很好看的，真的很羡慕诶。推荐 Luca 三叉今年的超赞。那个今年的，最近不是出？M 开头的那个，我原本考虑买那个，他比较没有再在意那个，对，听说，因为还是很好看呢、啊。Luca 也是吧，以真正的双眼也好看，或许我们看习惯了，不打扮也不开特效，他根本没有偶像吧？我以前以为要化妆，后来发现可爱就好。小米不是小米，三叉的，千万别买 M 开头的。三叉的话，至少要 A 开头才有保证。哦，原来，对，M 开头的好像真的比较便宜一点。了解，那我再考虑一下。他吃炸鸡的时候也 他在吃饭的样子蛮好看的。我只有刚入坑时有被他素颜吓到，现在是化妆才会吓到我。我手机只习惯水果拍，有钱人真好。我是习惯用安卓的，我也有补过一点点，一真的胆大概知道。蛮神奇的，安卓加一耶！祝福晚安。现在他直播化妆，大家会说：“你今天有化妆耶？”这样。3颗星的话，A 系列是还不错。了解，那我可能就会买，不是最新款的，因为最新款的是很贵嘛，可能是旧一点点的。听说日本人会
安卓是认真的吗？不会啊，不会。我就是用安卓啊，我就是用安卓。这时候他的水果牌就回不去了。我的 iPhone 是为了跟你合照才买的，超值得。他吃饭我都会帮他算有多少热量，贴心吧？这算贴心吗？怎么觉得有一点讨厌的感觉？一个线送一封信，我是为了合照会买了3X的 S21，为了合照会吗？蛮厉害的，不是最新的话可以买 Note 20，因为去年的会比今年的 AI 好。了解。合照要用自己的手机哦，对。前天晚餐那样多少热量？我前天晚餐吃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哦，饺子跟鸡胸肉，还有青椒。应该热量不高吧？那我合照会也换新手机？大家都为了合照会换手机吗？不知道哎。谢谢春风送我背包。啊，对，还有泡芙，有可能泡芙的热量最高哦。8X云集，我不是在我妈买的，也有可能是4X。相机不是不能用吗？合照会，我是没有看到，我是没有看到用相机的，几乎都是，好像几乎都是用手机。你也可以跟我们借啊，再传给你。哦，不错哦，高的是泡芙。上次有人就这样，感谢啦，我也想啊，看不到留言，对不起。我们这个看，我也想为了合照换手机，但想想还是把钱拿去买合照本身。对呀、啊，不能用相机。对呀、啊，我记得不能用啊。你可以跟我借，再跟你收费。哎，哥，这样不行。不能欺负怪鱼，泡芙的热量超级可怕，一颗应该等于一碗饭，没有吧？泡芙其实比起其他蛋糕，热量没有那么高，因为都是奶油，只能用手机。喂，如晚安，加热了吗？晚安，笑死，没办法，之前手机用了4年多。没办法应付现场奇怪灯光，那边灯光很亮，对不对？还是很暗。こんばんは、カレンダー投票用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只能换新手机，现场出售手机，它用的热量比较可怕。对对对，白饭的那种，那对。小麦呀、白饭呐、那种的，热量比较高。奶油热量不高吗？对，比起蛋糕没有很高。如果合照会有没拍好重拍了吗？我记得没有，我记得没有。有蛮多人比错 pose，可是就是没有，如果换掉的话可以重拍，对不对？比错 pose 好像不能重拍的样子。合照券买太多，只好加点回本一点，计划通。すごい緊張されてて大丈夫かと心配しました。いや、本当に めちゃくちゃ緊張しました。え、待って、もう家でゆっくりさ、結果出るものだと思ってたから。いやー、怖かったです、本当に。灯光只能说不够均匀。角度很怪吧？哦，会有一边会偏暗。我刚刚才白饭280大卡，泡芙340大卡。哦，真假的？原来泡芙比白饭还要热量还要高。有一种相机是安卓系统，算是手机吧？
都算是合唱会，好像没听说有人重拍的。我也没有听成员说有的粉丝有重拍。Grace 讲的当年 S M 那时比错 pose 也是一种经典，像我就常比错，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少拍照的关系吧，我也不知道而且比错也不是只有你哦，真的蛮多的。下次我要跟 staff 说，麻烦帮我拍到奖。上次拍很的好讨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全身照，因为他们都这样拍耶，这样看起来头很大，很的比较好看吧，就是半身。下次合作会不是人跟 4SE 的问题，是灯光和背景，重拍几次都一样。眼睛没张开可以重拍吗？可以问问看，如果我没张开，我也想要重拍呀、虽然 staff 都会请你确认照片是否 OK，但好像没人说不 OK 的。了解。用公布抽现场的方式换成问卷，这样比较好了。对，确实有变好。今日目が綺麗、ありがとう。眼睛有才吗？ゆかちゃんのファンの皆さん、本当すごい。そう、本当に感謝し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因为拍照角度问题，坐着会比较好看。我也觉得我也想坐着，大家下次不要让我站着好不好？我不管穿了高跟鞋，我跟你们就有身高差，然后他们就这样拍。有时候你们会还蹲着，还跪着，所以我的头身就很怪，就看起来头很大，腿很短。小玉玩线送篮球，我的名牌反了也没重拍，那个就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原来你想坐着，坐着比较好啊。我请你位置的 pose 就是坐着，不过坐着感觉离好远。对啊，看你们，好像只有成员闭眼才能重拍，自己闭眼不行。但我身高应该只比你高一点。女仆装不拍全身行吗？可是如果要拍全身的，我希望他们这样拍，从下面拍。可是那时候 staff 姐姐没有一个人这样拍。就今天就可以用电脑看留言，因为刚刚有很多背包礼物，我完全看不到留言。坐着的话，很多姿势就不能比了，站着才能弄怪怪的。其实都可以的，但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半身就对了。下次要指定工作人员拍摄角度，请他由下往上拍，从 下面拍，把你的头拍到了，怎么办？没有啊，不会呀、啊，从下面拍怎么会？当然不能，靠近的时候不能从下面拍，可是拍全身照的时候可以从下面一点点再拍。讲这个就要看角度。今天是测颜直播，可是现在可以念留言，这边的留言，没背包礼物了啦，现在没有。对呀，那个礼物，我收到礼物很开心，只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念不到留言，我都这样看，等到留言。差点跟拍照 staff 说："我来教你拍照。"对，然后你们的手可以伸直嘛？拍照的时候，我忘记上次是谁要比爱心的时候，就是那个粉丝可能太紧张吧，他就这样，就是这边的手就是紧紧的，然后我跟他就超有距离，然后我就只能这样，还是这样，忘记了。就是看起来很丑，你们的手比我还要，你们的手比我还要长嘛？对，对，所以就是麻烦一下，他要骗你靠近一点，我也很想靠近啊，可是太靠近他们会说："哎，油价不能靠近。"这样，对，被其他 staff 姐姐抓到，我怕碰到 staff 被 staff 怎么我？
怕碰到成员会被 staff 都丢出来，应该不要太夸张的话，不会被丢出去。我去看一下，看什么？被说很丑，我有说很丑。あんなリーさんと写真撮りました。そう、撮り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あの日さ、私、夜9時からズーボ、生配信あるから、時間がなくても、終わった後、急いで服が着替えて、急いで帰りました。結局、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けどね。我忘了，我去看看照片。糟糕，我回去看一下。不要，应该不是只有一个人，蛮多人这样，就是像爱比爱心啊，他粉丝的手明明比我高，他都不靠近，他都这样，然后我还要这样，真的很辛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太靠近了，staff 姐姐们说，可以离远一点吗？为了拍好看一点的照片，可以就是。可以做你想要比的动作就对了，要怎么比二阶吧？感觉很累，对呀、啊，就，我这边都快不行，还要什么动作啊？对，比爱心，半身比爱心就还好，站的时候的比爱心，就这样，就有人就这样，有人就这样，对，我记得有人是这样，然后我的手爱这样，我手就这样。感觉很累，毕竟我们在拍的时候也看不到自己，对，所以你们可以先看镜子学一下，就是想一下动作。到时候你们想一下，到时候刘就在这边，然后他的身高差不多这里，所以我的手应该要放在这边，这样对，想一下，这样真的到时候的照会不会失败？还有我身形跟 Luka 差不多，下次想跟你找，好啊，等你。帅的那个大爱心。这次也有合照会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招学起来了，这样可以离 Luka 近一点。这次有先说下次一定没事，他摆自己前面真的太故意了，我也这么觉得。我们下次场外先练 pose，对呀、啊，粉丝跟粉丝可以就是先练一下 pose，然后看一下你们的 pose O 不 OK。好辛苦，前一晚还要找大镜子练习一下。这是什么？弹篮拳吗？没关系，下次没有这么正常的姿势。这样说起来，我之前想的动作还比较简单。刚刚那是什么？埃及神像吗？就是有人比爱，有人不要这样，结果他比错手，然后就变成这样。五哥哥晚安，下次谁还比爱心？不过二阶，大家记得用跟成员靠近的这只，你们记得用这只手。如果你在右边的话，记得用左手，不然谁会很辛苦。目前每次单曲的复苏活动都不一样，对啊，不一定有合唱会。希望跟阿拉伯公主要怎么拍比较好？不要让你们不要跪着哦。可惜我倒不会用比爱心这种普通的姿势。上次我想好的 pose，不好意思说，下次再想。不过第一次合照的时候，面面都很靠近。对呀，所以就是他们都不，如果就是 staff 姐姐没有抓你，就不会被抓。可是就是有规定嘛，他可能太开心，然后越来越靠近了。我也是这样啊，然后被 staff 姐姐说："刘佳太靠近了，你回来线上。但合照会也是很有收益的大活动，之后应该有机会变成常态活动，有可能。如果可以跟怡珍示范几个姿势，因为怡珍身高够高，为什么不能跪？就是，唉，因为就是他们把我的头身拍得很怪。"所以我不喜欢，我觉得之后跟 Luka 拍照不会手抖，真的吗？真的吗？确定哦？
那我下次看到你的手抖，我会跟你说为什么你的手在抖，是因为妹妹要帮我上手哦。对哈，对哈，谢谢市民送出租你，现在让改变是不是？有这边没有头贴，恭喜年历，谢谢喜乐哥玛桑。不如下次路卡准备绳子把我绑起来，这样 OK 吗？谢明线上说说你，原来是逃生的问题，不是舍不得我们贵族，不是，搞不好卢卡抖，我会抖，不可能，我就算紧张也不会抖，我紧张的时候都是，反而不知道要怎么办的那种，会觉得呀，你好。不跪怎么求婚？那我也可以跪吗？年历好不可思议，原来滴滴不用跪。OK，姐姐很火。改成填问卷抽公园了。对，刚刚有人跟我说，不可以哦，就是你们跪，然后我也跪着说啊，好棒哦，不行吗？还是我坐着？我坐椅子，你们跪着，我坐椅子。换 Luka 跪我求婚啊！我跪可以呀、啊，可是这样你们的头身会变很奇怪哟、想先从比爱心开始。康丹尼卡跪着，不能跪，也不是不能跪。我又不看自己的照片，那是仆人跟大小姐。不想让卢卡跪啊，好吧，那我还是坐着好了。可是这样会不会很怪？你们跪着，然后我坐着，然后看你。那你跪也很奇怪。我想一下，对，上次没有人，上次有。我们现在有2次合照会吗？都没有人叫我跪，下次可以踩吗？好了，下次可以。上次就真的有人叫我踩，可是你们不要穿白色的衣服哦，这样你的衣服会脏脏的，地板脏脏的。贵重的事就交给我吧，我会拿洗衣服。我是舍不得你跪，我才不 care 什么逃生。好吧，十五穿白色去。你说什么？你要穿白色去是不是？还是我可以把卢卡请给我一个看垃圾的颜色？这种的也可以耶。也不知道下次握手，不是握手会，合照会是什么时候？穿白色的才能看到卢卡的。止血印，我上次有，我真的有踩人，然后我记得他穿白色衬衫还是白色的衣服，然后这边整的是我的脚印，然后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穿白色才能知道 Luca 的鞋子穿几号啊。我直接讲啊，我23到23.5，上次穿白色，所以不能让你踩，这是什么超棒的福利？这是福利吗？西装哦，那更不好。我记得我还跟他说，哦，对不起，让你的西装弄成这样，感觉很值钱。我原本也想去白色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后悔的，真的不要，真的踩下去。对，第一次有人叫我踩，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第二次合照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真的想被踩，所以我就直接用踩。那件衣服不用洗了，他一定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诶。卢 卡莎莎，猜头就不会有脚印。那件衣服可以什么？可以挂起来，可以的话，卢卡请穿高跟鞋，谢谢。
谁要那么二姐？我不告诉你们。可我早知道我也要求财我。我记得我上次是因为，我本来就跟你们说我可能会穿女仆装，然后因为裙子太短的关系，我可能就是，我就说我，那我就不要踩你们，对。可是那个粉丝，我要踩他的时候，他直接看地板，所以想说，哦，那就可以。对，如果真的想要被踩的人，你们的那个眼睛啊，记得要看地板哦，千万不要看我的裙子，我会杀你，我会揍你哦。但我还是有要求一个很酷的动作。我在排的时候有看到踩人，可以踩的话，卢卡先公告。要是卢卡鞋子太干净也没有脚印，应该要用两张。第一次衣服要沾一点，这我不是更好吗？当然看地板，对啊，一定要看地板。原本踩的会变成用踢的，对。你外面贴出被踩的规则，对啊，第一次嘛，我就不知道，我就想到我应该用踩的还是快要踩的那种动作，对，第二次就比较，我就有那个心理准备就对了，噔噔噔噔噔。你就踩下去吧，只要你比较省力哈。对，我下次就已经要直接踩下去。有家怪怪的，还公告踩人规则，是你们怪怪的。真的见到路口，我应该是开不了这个口，怕有粉丝被踩出心理创伤。第二次，你就站在粉丝身上了，一次比一次进步。要求单脚踩在粉丝身上，这种要求是可以的吗？应该可以，我是 OK 的，我自己是 OK。谁一直密我？原来是群主。就是单脚而已，全身重叠在那只脚上。哦，你们应该会死哦。高跟鞋，高跟鞋。有时候会变成凶器，不过经历过一次，不知道下次会不会有新规定，有可能，有可能。对呀，我怕你们会骨折。哦，谢谢翠翠的红包。耶，谢谢。用高跟鞋打针吗？应该是不会死，顶多。这个怎么念呢、啊？解肢解意，我该来开创先例。为什么九蛋可以？卢卡脚下石，做鬼也甘愿，甘愿。谢谢红包，还好我没那么 M。高跟鞋会死掉吗？对呀、啊，啊，截肢。截肢是什么意思？我还是老实要求嘟嘴就好。上次合照会你有要求我嘟嘴吗？上次我记得有。好久没有卢卡不会念的字了。因为我平常都，我有看到不会念的字，我直接跳过。砍手砍脚的意思。把坏死的手或脚砍下来，直接跳过。对呀，就是刚好没有念到那一两个字，意思不会，
不会改变。教师严重受伤，没手没脚，了解。上次也有啊，比七嘟嘴，这个动作我每个成员都要求一次，厉害，每个成员呢、欸，真的厉害。嘟嘴哦，嘟嘴很好看吗？我觉得，我想一下。因为我在想说，嘟嘴，丑，我好想知道嘟嘴的，那个好处呢？优点在哪里？因为对我来说，嘟嘴就是有一种，好要做怪脸哦，就是拍照的时候跟朋友要做怪脸的时候。就是有些女生就是放不开自己，然后就嘟嘴的那种感觉，嘟嘴要看人吧，嗯，对，魅力，可爱的人做就好看，就看起来很可爱吧，可能是比较不容易展现的一面，会让粉丝觉得可以哦，这个有可能，这个感觉我有点懂。做鬼脸不能好好做的人，可爱的人嘟嘴也很可爱，反之不可爱的人嘟嘴。常嘟嘴的优点可以加强这边的嘴边肌肉，减少法令纹的产生。我们嘟嘴就像章鱼一样，对，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嘟嘴就觉得怎么有点像章鱼，是不是有什么怪声音？就是我的手机啊。应该是群组吧，就是一直有那个叮咚叮咚叮咚通知。毕竟嘟嘴是我现在必备技能啊，必备技能。生气脸呢？生气，可爱的一定好看。就好像就很久没看到卡妹的笑容了。对，我想一下，我上次看到她在笑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上次看他在笑，是因为他看那个，等等，千鸟在主持的有一个节目，然后里面有一个搞笑艺人，就是 Fifty Air， 他在唱歌，可是他把原本的歌就是自己改编，变成很自恋的感觉，对。Ego 真呢？对，然后他上次就是看到那个节目，他在笑，算是性感的气管。嘟嘴也可能是也有让鼻子看起来比较小的功能，有吗？卡妹嘟嘴可爱，如果嘟嘴就更可爱。哎，但是糖果味的嘟嘴，这个呢？算这样，卢卡嘟嘴可爱，谢谢。看搞笑节目，笑不是应该的吗？卢卡会唱吗？会唱，可是有点害羞。卡妹看到卢卡的 switch 卡谁都不像，你谁卡是过瘾家？他们的主持风格我不太懂，真的吗？我觉得很好笑哎。鼻子会变小吗？好像没有哦。然后什么？有时候那么大哭吼，那个，我猜一下。英国哆啦 A 梦歌词。啊，有时候，等等。文化差异吧，所以有些点不太懂。对，入口我都直接对决。入口最喜欢 Fifty A 的哪一首歌 ？Fifty A 的歌吗 ？Fifty A 的话，想一下、哦，なんだろう？
还是应该就是一哆西萨哆 perfect love。哎呀，歌词どこだろう？歌詞出ねえし、ないし。刚好带入今天唱歌的环节哦，对呀、啊，等等再唱，我等等唱两首歌，可是有一首歌他不在的样子，到时候叫他补单好了。嗯，接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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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んなみんなみんな叶えてくれる不思議なボケで叶えてくれる空を自由に飛びたいな。はい、どうぞ。あんあんあん、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这是 Echo 酱版本的。癖が強いドラえもん。で、2番がなんか世界旅行に行きたいな、はい、どこでもドアって部分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の狩野英孝さんの場合、世界旅行に行きたいな、はい、どこでもどうぞ。道具出せや。癖が強い。癖が強いドラえもん。そう、なんかね、栄光ちゃんの歌結構いろいろあるんですけど、一応私はドラえもんが一番好き。空を自由に飛びたいな。はい、どうぞ。タケコプター出せや。あ、听不懂没关系。就是原本的哆啦 A 梦的歌，有一个搞笑艺人，就是他自己改编，然后他唱的样子就是很像很投入，然后他感觉自以为这样很帅，可是我们觉得很好笑，大家去查询一下看，对呀、啊，可以看，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认真的搞笑。就是他有一种他自己觉得这样很帅，可是我们觉得很好笑。我看你也很投入啊，我听了太久，我听了太久了。又可以要分享连接吗？你们自己查吧。E I K O， 然后打哆啦 A 梦，应该会有。对，他就是自恋风，没错。你是听很多篇吗？我跟卡妹听了超多次。我找到了丢群组。还有那个香水也很好笑。ラーメンイケメン僕つけ、え、ちょっとごめんなさい。ラーメンつけ麺僕イケメン OK スタッフ。カメちゃんも好きなの。てか むしろカメちゃんの方が好き。卡妹の方が好き。あとね、英子ちゃんが歌う大きな古時計も好き。まあ、あの、暇がある方、ぜひ見てみてください。けど、这个的话、可能、真的、懂日文的人才会觉得、好笑的那种感。それわずかに記憶ある。我的倔强女儿就是居然这么强，不要这样。我没有比上次的爱情恰恰那时候一样强。哟，メロディー向上中。怎么觉得有点欠打？对呀、啊，所以才很好笑啊。
我们居家的时候都要一直看搞笑艺人吗？你不想看没关系，我还是自己看，听不懂也觉得好笑啊。对啊，哆啦 A 梦的歌你们应该都有听过，对吧？对，他连旋律都有自己改编，都不会好好的唱歌，真好笑。好，那我差不多要开始唱歌了。我今天唱两首歌，一个是西野加奈的 If， 还有一首歌是 Catch You Catch Me， 应该是那个吧？那叫什么魔法少女樱花吗？不是啊，枯肉魔法师的主题曲。对，然后西野加奈的 If 我唱整首，然后 Catch You Catch Me 我唱一半。 OK， 我要先公开这礼拜会唱什么歌吗？还是当天跟你们说？我现在就是差不多决定哦，我明天我下次要唱什么歌，我下次要唱什么歌，这样。大家想献上告白气球，太好了，不用点妆，你抓我了。当天告诉我，好啊好啊 ，OK， 反正今天就唱这两首。那我先唱比较短的，先充电，然后找一下音乐。好像也可以先讲这样点的人可以确定在谢谢哭江送我抽抽泥。如果所有歌单快唱完时也通知一下我，那时再点。哦，好啊好啊，我目前这边有，我看一下哦。谢谢上一首抽抽泥，虽然还是很多人没有点歌，可是现在有1234567891011213141415，现在有15首歌。对，你说怕跟别人撞到是不是？有算我的吗？你的只有一首吧？哎，还是你今天提了一首歌？啊，对吼，今天可能会有，因为这个是昨天我在电脑上打的。那这样的话现在有16首。1234567891011121314，对，现在有16首。会按照顺序吗？不会，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先唱一首他的歌，然后再唱一首别人的歌，就是可能会就是不会说谁先点就唱那首。对，谢谢外送香槟，就是可能就是。今天唱笑笑的歌，然后明天唱孤江的歌，然后后天下次直播我再唱 Legun 的歌之类的。要怎么传给你？诶，有人已经告诉我你的歌诶。看哪几首比较好唱就先唱，对，没错。也今天是笑笑的，不是啊不是啊，因为刚刚笑笑这样问我，你开心排顺序就好。好的。好，等我一下下哦。然后目前我收到的歌单里面，我可以唱的就只有 Catch You Catch Me， 其他都是有听过，但是不会唱。对，所以今天就先唱两首，然后下次直播的时候，可能就唱一两首吧。但是公演那天的晚上，我可能就不会唱歌。对，对，先交出投票证明，没错没错。好的，来吧。Tonight
谢谢，一番好意思的路。谢谢大山送我告白气球。其实这首歌的话，我可以唱到最后，因为这首歌只有3分40秒，对，所以我唱一半，嗯，我现在唱到2分钟左右，算了，超过一半，但是觉得有点短的感觉。谢谢大嫂嫂鼓励，谢谢大家的礼物。我找一下那个衣服好了，脱掉。有了，我就这样说。真的，如果没有什么事，基本上不会拿出来这个衣服。怎么看起来很像柯南？那个奇高呢？然后，这个帽子太小了，这下只有一个。我上次合照的时候戴这个，可是它一直会掉，所以就后来就没有穿。好，这是腰带。诶，为什么有两个腰带？还是不要好了，好丑哦。其实这样看蛮可爱的，噔噔，嘿嘿，对，这是可以，这是分开的，真的会边唱边跳吗？不会，哎，星野加奈的歌不好一边跳一边唱，好啦，就这样唱。阿嬷，你要哪？妈呀！好，那我先找一下歌词哦。我要唱西野加奈的歌。对，我想问你们点日文歌，有点日文歌的人，你们都知道那个日文歌的歌词吗？还是觉得哦这个旋律很好听，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喜欢的动漫，所以才选那首歌吗？
哦，不知道，没关系啦。我听中文歌的时候也是，就是不是每个歌词我都懂，应该都大概知道歌词意思，大概就对了。了解。我喜欢英文歌的时候，也是就是第一个喜欢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旋律跟什么后面的背景音乐。对。都有去看过翻译哦，好。应该 OK。他的歌蛮难唱的，有18禁的歌词吗？哦，目前没有啦，只是单纯好奇而已。确实先喜欢旋律居多，我会装懂。TP 有些歌第一次听也不知道歌词在写什么。没关系啦，TP 的歌我也没在管歌词，哈不达罗一大哥，哈哈哈。OK，你吧，我应该要跟你喜诺看来一起唱，还是我唱卡拉 OK 版？我有点担心我唱错。小三之歌是什么？我刚听到敲门的声音，好吧，我重复歌唱可不可以？还是我从头唱？因为我麦克风没有电了。我刚唱的时候一直听到咚咚咚的声音，想说怎样？我唱的太大声了吗？结果应该是我妈在切东西的声音。好吧。我从哪里唱？我从副歌唱好了。要这个误会大了，然后我先把这个麦克风，有点不好意思哎，好。
私はいるのかな、同じ空を同じ思いで見上げていたいよ、君と同じ未来にずっと一緒に見ていたい、同じ星も同じ場所で見つめていようよ、君の描く未来に私はいるのかな、星も同じ思いで見上げていたいよ、例えば涙の日も晴れの日も二人で同じ道をいつまでも手をつないで歩けますように、君の同じ未来をずっと一緒に星も同じ場所で見つめていようよ、君の描く未来に私はいるのかな、同じ空を同じ思いで見上げていたいよ。西野カナさんの E好像是Naruto的主题曲吗？我有点不太知道。是哦，了解。然后我觉得蛮耳熟的。我国中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女生，她很喜欢西野加奈。嗯，可是我很少听她的歌。他的歌悲观的歌比较多，对。剧场版的主题曲哦，同じ星は見れないよ。だって俺が見る星は君だから。害羞，すごい，恥ずかしくなっちゃう。谢谢阿达三送鼓励，谢谢少爷送鼓励，耶！来，对不起啊，如果那个点的那个人，如果你有一点不满。我可以再唱一次，下次了，下次。太好听了，真的吗？谢谢。他的歌好难唱哦。好吧，剩五分钟，我可以做什么呢？好，剩一分钟，我要唱我可以唱的歌。对，其实因为投票你们点的歌都是几乎都是我不会唱的歌嘛，所以我会学。可是在这边看你们的留言点歌，我就只能唱我自己能唱的歌。对，Luca好像瘦了，还好吧？那我不满代替回答，点你会唱的就不好玩了。对呀，真的有点。点我唱的歌，我就直接在这边唱啊，对吧？对，就是你们用投票权点歌的歌，我真的就算不会唱的歌，我会一个一个查歌词，哈，全部都会学好再唱。怎么可能会不满呢？上次说的反声还有反声，我有点忘记了，我会听。反声的对不对？我听一下。好きになってもっと私を見てもっと我好像没听过这个。我先唱副歌。这里我有印象，莫到那里。什么歌？谁呀？话说，Luca对男生的歌有什么想法？我对男生的歌吗？
没有想法，只是不好唱而已。对，我喜欢听男生的歌，可是我不太会唱男生的歌。如果要唱的话，我可能会改 key 或是什么。百妮的《瘦了朵》我不会唱呢，还是要尽量点女生的歌。如果你们真的想听我唱男生的歌，也是可以的，只是 quality 完成度就不要太期待就对了。我要修改一下吗？你要修改什么？一头吗？晚安。好啦，翻唱我不会唱，对不起。手里，我相信卢卡。其实时间差不多嘞。有人要点 EXILE 吗？没有人点，目前没有人点他们的歌。莹姐太可爱。修改一下指定的歌，看你啦，对，一首，还是先念吧，下次周日继续，好啊，也是可以。一首，六个超可爱，谢谢。改成一个在了，干嘛改成他们的歌？他们的歌好听吗？我真的只知道 Fun Fun He He The Step Step 我那句那句我那句那那那那那 We go We go home Kiss Kiss 唱唱唱唱唱 Doki Meki Wo 阿哥不要啾啾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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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只会唱这首 Rising Sun， 我没听，诶，有听过，可是我不熟。EXILE の曲ってダンスメインだからさ、歌全然歌詞も知らない。ときめきを運ぶよ、チューチューって。て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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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れん。て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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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ててててててん。そう、回っとけば OK。あとこれね、これ。你那个动作是 EXILE， 对啊，没有，其实 EXILE， 等一下啊，其实这个他们跳这个是只有前奏而已，他们唱歌的时候不会这样唱。さあその最初の本当にこれ最初の前奏だけだからね、これやるの。チェ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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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你自己唱 maybe 也会跳这个？哦，因为那个是日本的搞笑节目，那个 Ayaman Japan 跟信果福西摩里信果藤森，他们在唱 maybe， 然后他跟那个 Hello Kitty 讲一起跳这个，愛しくて切なくて，哎，你们没看过吗？握手会でファンの列がみんなでこれやったら面白いの。確かに。这时候如果不够多人就不好玩。对。对啊，搞笑艺人那个。每次在播什么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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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なんかね、それでなんか彼女たち就是アヤマンジャパン跟藤森，他们就 cover 伊娃 K maybe， 然后跟 Hello Kitty 他们一起，然后。超好笑的是，他们做这样的时候，第一排第一个人竟然不是 Kitty 讲 ，Kitty 讲在这 ，Kitty 讲在后面这样，然后被其他主持人抢，为什么 Kitty 讲在后面？对，愛の手。愛しくて切なくて僕は苦しい。なんか私は言い訳メイビーを聞いたらね、どうしても愛の手が。ね、出てしまうんですよ。まあいいや。レックン、サイエン、クーちゃん。あ、太郎さん。四名。
陈南生，关于青云，谁的 ？OK， 出てきた YouTube，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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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です。メシクって大変で很经典，对，真的。还有那个那个ポニーテールとシュシュの愛の手は很经典。今度は英語バージョン、マウスタイガーラ、なんだっけ、マウスタイガーラビットなんちゃら、あ、マウスカウ、タイガーラビット、ドラゴン、ドラゴンホース、え、ど、え、忘れてもいいや。ポニーテール、馬の尻尾。君が走るまさかの砂の上。终于解开了我几个月的记忆，所以那时候一直在想，入口为什么唱 Maybe 的时候唱跳这样，是不是？这个好像哪里有听过，那很经典的，很经典的。如果下次记得把麦克风充好电了。好的，对不起。なんかね、そう、なんか昔、中学の頃の、なんかお楽しみ会か何かで、あの、クラスの女子全員で、あの、シンゴとアヤマンジャパン4回目コラボで歌った、会いたかったを、みんなで歌ったんだよね。会いたかった、会いたかった、イェイ、会いたかった、イェイ、ボーイミーツガール。会いたかった、会いたかった、会いたかった、イェイ、ワオ、君に。めっちゃ陽キャ揃いのクラス。我们真的这样，我们真的就是前面四个人，他们就在愛の手，然后后面的女生在唱会いたかった、イェイ。对，超好笑。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一起做快鼓。自転車全力でペダル漕ぎながら坂を登る立ち漕ぎ風に膨らんでるシャツも今はもどかしい嬉しい恋しいお恥ずかしいわやっと気づいた気づくの遅くて超ウケピー本当の気持ちドキドキしすぎてアリエンティー正直に行くんだ Go Go たった一つこの道 My way 走れ君でも君でも君でもいいからとにかく僕ちん超モテたい好きならば好きだといいよ君かわいいねごまかさず素直になろう君かわいい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おかしくなっちゃった一二三第四名是谁あ第四名才是太郎さん一緒有够手对呀我第一次听阿姨大嘎的就是因为有这个节目好きならちょいちょちょい好きだといいよ君かわいいねごまかさず素直になろうしんちゃんそろそろ一人に決めてよ今夜は私と一緒にいてよ君もかわいいし君もかわいいし君もかわいいし選べましんはい OK できました没有用网页版真的会真的会很怪真的数字太小了我有时候会错过对不起好第十名是 SEGA 谢谢 SEGA 第九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八名是 YU 谢谢 YU 第七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第六名是陈大森谢谢陈大森第五名是四名谢谢四名第四名是 Taro 桑谢谢 Taro 桑ありがとう第三名是 Kuja 谢谢 Kuja 第二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然后第一名是 Rek 谢谢ありがとう久しぶりの1位
这样了，蛋呢？我今天会早点休息的，大家也早点休息吧。礼拜四见喽！唱歌好听吗？谢谢。啊，好紧张啊，怎么办？对，礼拜四见，拜拜。我想一下，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没有跟你们说？应该都讲了吧。Kimi come away, join the joy。礼拜四也是两首吗？应该是一首或两首，看我看我的学歌的进度。什么十一点见？等一下，怎么了？有人要开播吗？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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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ならまとめてあげぽよしてよ。オーライみんなであげぽよみ。バ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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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懐かしすぎる、やば。私、それ流行ったのは私が中学の頃の時だね。そう、それで、私たちが2期生が初めて、そうで、私が初めて歌った、曲って会いたかったなんですよ。我第一次唱的 AKB 的歌就是好想见到你，就是因为要表演会鬼的关系。然后我加入 AKB， 第一次表演的歌也是好想见到你，而且还当 C 位，就觉得莫名其妙有对这首歌有缘分。好想见到你，对呀，这么巧。虽然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不能爱诺天，オーディションで会いたかった歌ったの、いや歌えないでしょ逆に。そう、なんか初めて歌った曲が AKB で歌った曲が会いたかったで、で AKB に初めて入って歌った曲が会いたかっただったから、なんかね、不思議な縁を感じました。那时候我好像都在看你跟小慧，现在也是吗？那时候有 I know t 吗？没有，那时候没有 I know， 但是有你们的 call。超絶可愛いルカちゃん，乖乖的偶像入团的奇迹也一样乖。So I know t 还那个，但是みんなの call はあって。现在吗？不好说。嗯，越来越多是不是？哼，一想，好了，没关系。拜拜大家，辛苦了。大家明天，不是明天了，礼拜四见哦，拜拜。好怀念那时候的工厂子。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早点休息，你们也是哦，拜拜。陪你们。ちょっと待ってね。